请所有接牌贵宾手执红色彩带，一、二、三，请接牌。在1953年啊，孙颖涛孙教授创系以后，我们没有自己的校舍，而经由孙颖涛教授非常辛苦的奔波，后来呢，当年的医学院的院长杜聪明杜博士，那他也答应将药理学科的部分的一个楼房拨给台大药学系来使用，所以这个校舍刚开始啊，就是我们的旧药学系馆。已经60周年的药学系，至少有一半的同学，换句话说，大概30几届的同学都是跟这一栋大楼有关系，同时都是从这栋大楼毕业出去的。我们药学系并不大，可是我们系里我们的同学大家都很靠近，大家都很接近，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旧馆里面，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大家一起做实验，一边做实验一边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说就是一个家庭，这种感觉很好。我们那一期民国42年在台湾的这个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药学，我们考进来然后9月注册的时候才看到系主任孙云涛教授，只有他一个。对台大药学系的老师，我觉得最有印象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孙颖涛系主任，另外一个就是顾文霞顾主任。孙主任就是温文尔雅，对事情都不温不火，但是顾主任的话呢，就是凡事必争，只要对药学系有帮助的呢，他一定很据理力争。台大药学系其实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的资源，这人的资源不仅是师长跟学生以外，其实最为人称羡的就是我们台大药学系的校友的一个资源。今年是台大药学系60岁的生日，这些日子里面孕育了大概3000多位的校友。那这些校友呢，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其中呢，以教学跟研究来讲，大概就有300多位。譬如台大的傅梅老师，陈金洲老师，林婉婉老师 ，OK， 然后成大的也有简伯武教授，许桂生老师，然后高雄长庚有康宏用老师。其实这些人在这个教学跟研究的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有把这个学术上的研究发扬光大，应用在业界。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陈振宇陈校友。在生技制药要能够开发呢，最早需要的就是研究。OK， 那台大药学呢，在这方面的贡献呢，主要有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届的林荣耀院士。OK， 他主要是研究在分子生物，还有基因体，还有一个是林仁坤院士，他主要的是在做生化肿瘤的研究。OK，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第10届的那个庄德茂院士，他主要是在做神经药理的研究。台大药学系的系友投入这个卫生行政工作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第15届，那么我们第16届的这个黄文宏系友，还有后面还有王惠博系友，以及康兆洲系友，我们4个人呢，刚好担任药政处的处长、药物食品管理局的局长，甚至康兆洲系友呢是担任这个叫做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就是台湾 FDA 的首任局长。我想几位在这个位置上，因为需要推动一些政策的
关系呢，都可以说做了不少的工作。做一个好的药师，甚至临床药师，对民众有直接接触、直接的帮助。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把我们的教育理念“培育优良药师”列为第一。像陈妈妈，她就是一直对社区药局非常关怀，然后帮助政府推动这方面一般民众的对药的知识。比方像以第一届的系友陈宽慈系友来说，他目前是博登药局的总裁，那他同时也曾经担任过亚洲药学会会长。另外有一位系友叫侯美拉系友，他同时也是九阳连锁药局的负责人，所以其实我们的实习教学是从跟侯美拉系友的支持合作开始的。从王光昭教授能够担任台湾临床药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到了高尔慧老师，然后再协助台湾临床药学会，然后推动了整个实习指导老师的认证，然后到了林慧玲老师，然后来协助了整个评鉴的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杰出的系友，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讲到我们这些开发呢，都不能忽视到我们的第一届的那个陈宽慈学长，他带了很多我们的学弟一起去进入这个药业。他是三届的驻外者，他现在是信国的总经理。黄中阳，他是我们第15届的，他是台湾第一个从中药拿到药证的。那比方说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黄秀美，他以前是 GSK 的总裁，那现在呢，他到了那个台湾浩鼎。我们15届的许中强 ，OK， 他设立了 IMPEX， 18届的那个陈志明，陈志明在美国开发的 Andrex， 黄进才是在我们台湾土生土长开发我们这边的药厂的，他开发我们台湾第二大药厂就是生达。那最后我当然要提的就是那个许昭慧因为许昭慧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的多。OK 他是创立的 TVEX，TVEX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那个学名药药厂。那他后来就 TVEX 卖掉以后呢，他就另外设立了一个叫做 OPCO。2006年把公司卖了以后，回到台湾来，想替台湾做些事情。当然是第一点是先回到母校，那母校我一看就觉得说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环境让他们去学习，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不行，我们一定要两方面要配合，要去接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答应我说我就捐款建一个大楼。我觉得最甘心的是，这些校友除了他们傲人的一个成就之外，他们永远记得提携我们的后辈。药学系的凝聚力可是在医学院里面非常有名的，我在北美的时候听到医学院非常的羡慕药学系的凝聚力。台大药学六十，尤其像许中强、像陈志明，他们甚至归于返乡，所以他现在都把工厂搬到台湾来。尤其在这一两年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归于返乡，又把很多新的观念带到台湾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差不多20位的台大药学系系友。
曾经或现在仍然在美国的 FDA 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在异乡的这个行政领域里面有所表现，更重要是他们时常回国来指导，也来帮助台湾的这个药证管理的工作呢能够与时俱进，能够跟国际接轨。一个求学求学问呢，这个是自己的事情，不应该老师啊去过分的强迫，所以让他我们帮助这个他去求知，所以啊这样子我们就同学感情处得很好，我很愉快。因为你们这些种子啊都晒在外面给我们药学系做了本钱，这个是我们这个药学系的同学给我们的面子啊，真的好啊，所以没有话讲，争气啊。像我们药学系有过去的60年来有很多的故事，那每一个人在各个领域都是有很好的发展，那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后辈来学习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在药学系成立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那展望未来呢，希望台大药学系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一起努力。我想就是这种绵绵不绝的亲和力连接了我们过去60年今日还有美好的未来。那我觉得60周年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交接，那我们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弟妹出来，然后跟前面的学长姐说就是我们的，放心的把事情都交给我们。台大毕业的校友在各个角落发光发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期待大家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呢，也能够发挥我们台大荣耀的精神，然后肩负起更强大的一个使命，来为我们的国家人民来做服务。在这个60周年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充分体会到，药学绝对不能只是做单纯的调剂或药剂，就以这个为满足，应该是要想到说如何让整个药业的发展呢，能够带动全世界的经济，对全世界的人民更有帮助的时候，那才是你应该以后要发展的主流。政府的工作呢，牵涉到政策，那么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影响深远，也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那么台大的系友绝对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来帮助国家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这一次非常荣幸可以筹办药学系60周年庆，才发现原来系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惊喜与传奇。我希望我们的学弟妹们能够更加努力传承这些荣耀，在未来希望我们的药学院能成为亚洲最杰出的药学院。Thank you.